勾线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那个线勾出来滑、油、腻，这些都是必须要戒的。在这方面来说，一个是要提高着眼睛的修养，另外一个就是要多勾、多练、多看书。在勾的时候，大家还注意到一个，就是在画的过程中里面的浓淡的处理，这个花是比较白的，所以用淡墨，这个叶子用稍重一点的墨，到枝干的时候再浓一丁点的墨，这样来说勾出来的那个白描它就比较精神了。